美国太空总署最新回传了一系列这个非常惊人的照片。我们大家熟悉这个火红色太阳竟然变成了诡异的青绿色。诡异的浑浊青绿色气体形成一个圆球，这不是恐怖的鬼火，而是我们的太阳。这些颜色古怪的照片，这些照片呢是美国太空总署的太阳动力学天文台从太空当中利用紫外线和 X 光的光频拍下太阳前所未见的细节全貌，有助于日后侦测太阳动态的研究。 We have come to visit you in peace。电影里面常常出现的外星人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呢？如果真的现身，未来恐怕逃不过天文学家的眼睛，因为欧洲南方天文台将在智利海拔超过3000米的亚马逊斯山上建造史上最大的天文台。